我死定了，而且蛮严重的。我刚才心里想说，咔撞一下。Have a nice day， 我是 Joanne。今天一点都不 nice， 惨了，我撞到车了。怎么办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刚带小孩出门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下地下道，然后呢有一个车跟我会车，然后之前上次老爸就跟我讲说会车的时候要等别人，但我刚才下地下道的时候太紧张，我想说他为什么不让我过，然后我想说应该可以过吧，我就直接过了，死定了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他说我因为没有等人家，他一定会把我打死啊，完蛋了，我根本不敢跟他讲，而且刚刚那个声音嘣一声蛮大声的，我现在不敢面对，怎么办？而且它是两块，而且它整个凹进去，它丢弃。我刚才看它丢弃的时候，我整个超慌的，死定了。而且只是一会车，死定了。我等一下去跟他讲。Oh my god！撞到，撞到哪里？撞到右边。你没撞到？就是我在跟人家会车的时候，然后去撞到。在哪里会车？在我们家地下道。而且还蛮严重的，还蛮严重的。我会等他先过，你再过。啊，我以为他会让我过啊，可是他没有让我过，我就过啊，结果没有抓好差一点点啊。那个刚好抓紧，那个雷达不是会叫吗？雷达没有叫。没有。我现在在录音。你看一下，快点快。我会家暴我很害怕。我刚才先开，我刚才听你讲说完蛋了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过去。现在可以刮掉那个漆。对啊，蛮严重的。这可以报车祸出险啊。出险，自己撞到要算出险。出险，自己撞到不是算在出险里面吗？是有算啊，问题是你这个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吗？我觉得蛮严重的。如果你是跟人家这样子对撞，那是怎样？才出险才划算吧？这边修应该无头吧？因为它是连跨两个钣金。我刚才撞到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完蛋了，你上次才修车修好了。这整个凹进去，这整片的，这整片，这整片。因为我撞完大声的。这么大，这整个凹进去，这凹进去一公分，然后就是范围。那是凹进去，糟糕！那是凹进去啊！死定了！这修车会不会？凹进去啊！对啊！你怎么不是第一问我说我那什么？有没有平安？平安？被擦撞，我怎么会平安？又不是被撞。老公，对不起。修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嗯。好，现在好好一台车，然后人家去街上看到我们来了，一台车。没有啦，上次老爸
他很不喜欢那车脏脏的或是凹到，所以他很在意。虽然上次老爸是很不喜欢开车的，但是他很爱车，所以他的车子一定要状况很好。他很常自己跑去洗车，镜头先关掉，然后我先打你。没有，我现在所有录影就是因为我要确保我自己安全。你要保证开车是应该是大的，对，应该转不回来。我俩人平安就好了，我们不是人都说人平安就好了吗？Oh my god！ 好了，现在我跟人家约好，人家帮我服务一下。这时候观众最希望我讲一句“老婆”，老婆先叫他。你敢打我？想说自己说出这句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出门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啦。OK，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9:25。我要反问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骑摩托车去载你们，没有开车？我知道，我不敢。为什么？妈妈跟我讲。妈妈跟你讲了。是我，因为妈妈。去撞到车子，对的。妈咪把我们的车子撞烂了，怎么办？要修的话3000多，要3万多。3万5。哦，整个烂掉。就是整个车子不行。3万5还多，我帮妈妈讲。还有我的钱，你可以付。你跟姐姐要一起付吗？也要帮妈妈付吗？嗯，不然很贵啊。大凹大刮伤，我不知道你妈怎么开的。是啊。大凹。对方怎么开？没有啊，你妈自己去撞墙啊。啊、嗯，她好强。正常开车应该是会看后照镜，然后可能刮到就会停了。你妈不是，你妈是刮到了，硬要这样弄过去，然后出发。怎么出发？你妈现在不在，可以讲。在哦，我知道。叫妈妈再去考一次驾照。不要吧，那不要受害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处置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放过他，当没事。是吧？他是贴墙。嗯。我拿那个白的洗衣笔洗一洗，老师会搞定。就有凹进去了。有啊，整个凹进去了。有吗？这一块吧，这一块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要整个凹进去，怎么处置你吗？快点，叫他去买那个拉法，叫他去买日本的车子，阿法，阿法，叫他去买阿法，不可能，叫他去买阿法，嗯，把我们里面前提交到一万，没问题，这是一人一万，一人一万，把车修好，然后再给你们一人一万。那负责把车修好，一人给你们万，然后再给我10万。为什么给你10万？那我们要10万。我要压押金啊！我早上被他叫起来，我睡眼惺忪，然后跟我说车子撞烂了。啊 ，OK， 就这样。这个我不会走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跟妈咪讲，车子修好，然后给你们一人一万，然后给我10万，然后就这么决定了。OK， 拜拜。哇，那师傅很厉害，修好了。超强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我是在这一间烤漆的，在南港。这位太太，我已经把车修好了，请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这个工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？还不错。你把它凹回来了。这是有换板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就钣金烤漆啊。哇，很不错哦，这个三度技术很好。那我跟你女儿是讲好了，你必须要接受一个惩罚，就是你要给他们一人10000块零用钱，然后要再负责把车修好，然后要再给我10万块。不是我平安就好了吗？不是一般都是我平安就好了。虽然能平安，但是我还是要赎罪，不然你会下地狱。下地狱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现在萤幕在录啊，不能对你做什么事情。那把萤幕关掉。